操，吓一跳，我操！猴子跳到身上，他以为是他干的事呢。先到罗恩身上了吧？你这又冤枉二狗了，冤枉二狗，这招谁惹谁了？啥事都赖我是不是？天道哥哥事儿逼，直接飞人身上去了。对，你们俩这好好聊聊天啊，好好聊聊天。